哎呦，姐姐，稀客呀！他不是想你了吗？27号有专场，你忘记了？没有没有，都给姐姐们准备好，里面请啊，姐姐。货品好齐全啊！肯定齐全，要什么价位、什么选口、什么样都有啊，姐姐们。啊，这条绿雕花就很美。肯定的。色好甜啊！到时候都给姐姐们甩掉。货品超多，这全部都是到时候专场拿过来播的吗？对对对，马上过年，现在咱家也在清货啊，还有一个月就过年。哎，我还很期待你们保险柜里面的有。都是高货，27号给姐姐们准备的，等27号的时候给姐姐们把保险柜打开，全是高货啊，姐姐们要什么样高货都有。所以呢，记得锁定27号早上8点到下午2点，我们陈虎家的专场啊，货品非常齐全，而且呢性价比特别高，很多福利等着大家，记得过来哟，大家要期待哟，比心。